真正的面框的能力有多少？琼斯电影扑进去，挑战谢宗龙，哇，又让他埋到了小账加一，要有三分打的机会哦。以现在篮球的天分来看，哇，下课的三分了。Jones 直接来了，战斗 very much。哇，已经算是这个，但是希望这一罐可以让金九大家瞬间可以醒来。贝斯又来了，中路切，快 ！Oh my god！ 这是一次一打三的飞身暴扣啊！这就是 Paris Place